这个奔驰 EQC 是现在目前最好的选择了。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车哪里怪怪的。对了，你朋友不是车评人吗？你喊他过来。EQC 呀、啊，你买了玩意儿干啥呀？你不如加点钱买我的特斯拉，还不错。这不是喜欢奔驰吗？哎，麻烦你了。麻烦啥呀？这都哥们。你怎么了？这真是他买的车呀。悠悠苍天，何伯与我呀？老公，他这是咋了呀？有可能想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吧？他真该死呀！他太该死了呀！老公，我咋感觉他不太靠谱？你们还是找小白吧。你找我就对了。我跟你说，去年我家买的那个保时捷718敞篷版，我挑的，用了一年多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麻烦你了。哎，客气什么？我跟鹏哥是好哥。EQC 啊。他买的，对。老公，他是咋了呀？我兄弟买车了，我真是替他高兴啊！为我们高兴呢？我高兴你他真该死啊！对呀、啊，我希望你混得好，你也别混这么好啊！老公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哥！哎呀，这是谁打的？来，两位朋友是吧？怎么了？老公，拿水！我觉得这辆车十分优秀。你觉得呢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这辆车还是非常适合你们。您的车钥匙，看镜头。